哎，兄弟姐妹们，这只就是刚才被渔网缠住了那只海龟啊！我不知道它是保护动物啊。这个保护动物，人人有责，丛林我做起啊！咱今天把它，放生，让它回归大海啊！你看它还有点不舍得我呢，希望它能给咱家双击的老铁啊，带来一份好运。正在赶海的时候呀，有好多朋友对我说呀，只要你抓一个大海参的，我就会给你点亮一个小爱心，并且会加个关注。这个小框里好像有个海参，来看看，有的话给个双击啊！哇，我去，我靠，哇塞，双击！朋友们喜欢赶海的别忘了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捡海鲜。兄弟姐妹们，说实话，这么大的海葵我也是第一次见。海葵也被称作大海中的圣宝片，也称为海葵花，可以煲汤喝，也可以炒着吃。小红心今天不要了。给个关注就行，天天要你们也烦了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也烦了，给个关注吧，老铁。兄弟姐妹们哈，来到海边，见上这样的动物，你就得撸开袖子，使劲地干。一铁锹子，两铁锹子，三铁锹子，出货了！我的妈呀，你露个小屁股干嘛呢？哈，如果你用的不是一部老鹰机，请给小磊点一个关注，加一个小红心。看完马上，朋友们，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个八爪鱼应该怎么吃啊？第一步，先把牙齿给它剔出来，把墨汁去得干干净净的啊，然后咱们就可以起锅烧油了，放到锅里把它煮熟了。有的朋友进来给你点个红心，有的朋友怎么就不给？他们不知道点红心可以让你的账号更加的活跃，点个红心加关注，一会直播干海。